hold 住姐谢依霖近日以作风搞怪的女丑身份出道，鲜明的个人风格令人印象深刻。近来转型成演员后，不再浓妆艳抹，改以短发妹妹讨识人。但网络上竟流传一张约两岁的超萌小妹妹照片，模样竟与她有高达100%的相似度。hold 住姐独特的个人风格让她在两岸还算小有名气，其主演《小时代》在内地上映两周就创下23亿台币的票房纪录，电影也顺着人气于8日推出续集《小时代2：青木时代》，还顶着妹妹头刘海登上电影海报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周日报道。是因为我最近要云头转演电影，所以我会演《小时代》的谁呢？ Of course是顾里欧林霄哦。我没有看新闻啊，顾里欧林霄早就不见了。所以是南山蛇蝎美人，你演唐宛如还差不多吧？唐宛如不可能，她这么胖。大家好，我是那英，您现在观看的是搜狐视频。